好的，现在应该是大家都还在上课跟上班，但是没关系。不晓得现在的直播状况是怎么样。我们呢，哇，现在是在跟着三明治女孩来到了石垣岛。现在这边我已经到了日本石垣岛。那其实到石垣岛呢，要从这边坐船再到石垣岛去，但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来拍戏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下船，因为今天人比较少，所以剧组在这边拍了非常多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度已经提前完成了。 Hello Hello 大家好，因为我现在到了日本，所以现在这不是用卫星直播，所以现在讯号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。嗨嗨嗨，我们可以来偷偷看一下今天这主角们全都在这。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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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啊，那边他们现在是直播，现在还是带大家看一下，那边太糊了。这边就是公主号游轮上面，公主游轮上面，它这就是一个游泳池，露天游泳池。然后呢，嗨嗨嗨，因为我刚来不及标记了，大家帮我标记一下吧，不要我 at 一下立航那些人，立航跟叶星辰，我刚刚只来得及标记紫红，终于可以看到紫红，没错没错，现在这里是公主号。哦，他们现在你要看到这些人，大家有没有看一下？火星人、紫红还 OK 吗？不知道，现在大家没回我，应该好像还 OK。大家想看紫红，我想在这么多里，大家应该一眼就可以看到紫红，但是我找不到。我想，大家终于在公主号看到一人了。天哪！哎，确定一下有没有？好像我知道他们在哪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大家有看到吗？好，要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可以放大吗？好，放大。今天讯号比较好了，而且有看到吗？有看到这三位，他们现在在，现在很大，现在不知道现在是直播，对，我们不要告诉他们。有看到这位就是，嗨，天啊，他们不知道在干嘛，有种被拍的太亮太亮了，三个，好，哇。因为他们现在拍完了，大家拍个大合照。他们现在不是他们有一种航海王那种感觉，对，经理很帅，这样很可爱。好，我后退，我后退哦。